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广，今天呢是端午节，肯定要吃粽子。这个粽子事事告诉我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然后呢，昨天呢在讨论今天早上吃什么的时候，就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我说要不就吃粽子，然后我说我吃甜的，然后群里就开始爆发了，就是一系列就是怎么说呢，甜咸的这个纷争。就首先就是我是甜粽一号，大头就发出去了，然后后面接着一个张君豪说也吃甜的，然后这时候陈建润也接了，他吃甜的，然后但是又过了一会儿，那玉涵在群里发了个吃咸的，然后可能没去看过玉涵，但是他可能还是吃咸的吧，但反正我们都是吃甜的。对，北方人必须吃甜粽子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甜粽子它就是 YYDS， 甜粽子呢它就是最好吃的粽子，对吧，就是那个蜜枣蘸着那个白糖，就那个粽子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可以说是软糯可口，入口即化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是大家吃粽子一定要吃甜，谁吃咸的我跟谁急。对，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粽子。粽子吃完了，对，里面好像还有点那种小果肉，挺好吃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没有那么一大个那么胀肚子嘛。我其实不是太喜欢吃黏的东西，那么大吃好，然后差不多，那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再见，记得吃粽子，拜拜。